赶快哦，赶快哦！炸炸药也好了，有需要就可以用。等下先挖一个水桶吗？水桶问一下啊，在上面。水桶在左上，左上，左上。好好好。先去往右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普雨过去。哎，不，这边，下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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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，他。炸药好，炸药好，有要就用。我们现在提个超级迂回，超级迂回。哎，路肚子我们在上面，哦，要往下。对对对，那是迂回而已，赶快先让前面炸一下，炸一下，有炸药。我去，哦好，去炸吧。好，哎，过不去了，过不去了。走下面，走下面，走下面。小雨可以跟到右边挖了。好，我把这个挖掉。那个补一下吧，然后顺便帮我挖下面一格吧，那个在下面。下面一格。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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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好。我帮你铺过去。有木头机都很够。OK。要知道。我先挖一个洞，等一下用炸。可以了，再挖再挖深一个就好。呜呼！爆炸爆炸爆炸！超爽！螺栓有吗？有，我刚拿了，我刚拿了。耶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哇！我的新年开始有点忙碌啊。超忙碌的新年。真的。劳碌命的新年，捡石头了。好，等一下。瓦特，瓦特，瓦特，瓦特。下面来了。喂，哇！等一下，前面是要铺很多那个木头。对啊，所以我放最前面的。看那个超级大的瀑布，差一个了。拿起来，拿起来。有没有补石头去做？ Okay, okay. 哎呦呦！铁轨该铺喽，铺一下，掉了一堆，剩一个。对啊，地上很多。劳碌命的新年。真的，直接进晚上。明明也这么忙。晚上了。哎、欸，幽灵、欸，幽灵来了。建议是放在中间一点，它可以让那个穿过去。那你放，你放。它是前后吗？对，前后。嗯，就是那第三个，放第三个好了，因为它之后升级就是前，在等这里哦。对。哦。然后到时候就变成，如果升级它升级后的话，前后也可以再穿过去。對哦。所以不会挤来挤去。好，好，好猛。喜欢幽灵。拍谁？看走，看走！哇，少于46段，我们不能绕了。可是我根本不往那边走啊！不管，直接炸！对，挖一个，挖一个，挖一个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开盖，开盖，开盖，先盖，先盖，先盖。好，先往我直盖。好，下面要用油的、哦。你就往下。希望这边是对的。就过，就过，就过，就过。木头接下来会缺咯，等一下我先拿铁棍。那个啊，少一个木头，少一个哦。我偷一下原本的。
好。结果。哎呦，结果啊！哎，这里要挖开，这里挖开。哇！感觉努力挖，恐龙挖。快！可以了，可以砍木头了。好，还是用炸的。铁轨你们弄一下，铁轨你们弄一下，我去砍。好，帮我放。木头也不够了。铁轨先放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中手。那个要燃烧，要烧起来了。还有木头吗？还有木头。木头在最前面，我要直接用炸的。结果啊！你别放，你别放，你别放，好，你别放。过不去。不是啊，你要干嘛？过不去。没有木头。哎，小哥，换一步。结果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我先叠。先叠。有木头。好。前面开始有木头了。好。哎呦。帮我把木头拿回去，后面的那个石头还很多，铁轨也还很多。对啊，主要是没有木头。可是前面那个石头也要开始挖哦。往石头。啊，速度有点快，完了。对哦，看不到。结果，先去右边。先赶快那个铁轨卡住了，过不去，完了，我刚刚铺的，哇哦，这边过不去了，过不去了，哎。我要等车子整个，可能把它运过来。这边，脚一铺。哇！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。那边是不是插一个木头放就可以了？我要拿那个是石，那是黑的吧？没有，这个是石路黑石头，应该是多了一个黑石头。铁轨多铺了一个。对啊。应该我继续铺铁轨。没事。hard， 总算 hard 了。好晕。那等我们玩了182啊。嗯，真的。哎呦，好晕呐、啊！噔。新的一年，小要不要抽奖、啊？好。抽。好，你这边都抽，想抽的都可以跑。我要抽几份？抽十份。嗯，看一下我多少钱。哦，可以，50块抽十份。那87块，抽七份。我抽八份，八的劲哦。87块。没有，他是就是87，然后抽。乘以几这样哦，对，87块钱乘以七分的，对啊，对，那我要抽87块，哇，87块你只能抽五份，可怜，哈哈，我8份，哈哈，哟，好奇。87金币乘五，刚好可以准备休息啦。差不多啦。新年快乐，跨年台。新年快乐啦！新的一年看来也是一个劳碌命的一年，真的劳碌命的开端的一年。超忙，忙爆了，忙着砍树，忙着挖矿，忙着盖铁轨，好，五高天。不是啊，你们两边的抽奖的内容只差 OUO 而已啊。哦，真的这么没创意。2020新年快乐，然后那边一边 OUO 一边没有。有，我看到有人复制贴上从你那边来的 OUO， 这里没有 OUO。我看到有人那个没有 OUO 的、啊，是不是走错边啊？我是看到有人直接打简体的、欸，哎。对啊。走错边了，要 OU 喽！走错家喽！对啊，赶紧去他们那边抽奖哦！我知道那边没打 OU 的，只是想要道贺个新年。对，对这边怎么大家都这么友善，都在讲新年快乐？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不知大家都是抽奖了没有？对啊，大家都抽奖而已啊！因为真的要跟你拜年，没有在拜年啊，一起抽啊！往年抽奖，不是你们往年跨年有去过什么很吓趴的地方吗？吓趴的地方，
人挤人，最人挤人的一次。最人挤人，那是只有高中的时候吧。就去101那边。十年前了。有到十年吗？没有吧。挖坑，挖坑。是也没有到十年呐、啊。二十年前。超了。哦，不行，我那个跨年真的是尴尬回忆。为什么？没有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是，哦，那个时候是，反正有一个喜欢我的男生，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的朋友们串通好，然后结果后来我的朋友装失踪，然后那个男生出来，然后跨年，超尴尬的回忆。这就你跟他这样子？对对对对对。然后结果没想到你没有很喜欢他。哦，没有啦，就是后来有在一起啦。那哪有什么好尴尬的？当下超尴尬的好不好？就是我朋友用一个话剧社的眼睛说：“我那个我朋友在找我，我先过去那个什么地方一下。”然后明明就超级挤，就是每一个人过去都是挤来挤去的那种状况，我就不知道他在干嘛，超傻眼。我忽然间肚子疼啊！谁扣我？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对，超爆尴尬，超好笑的。至少有用啊！啊，其他好像我很少出去跨年诶、欸，我已经大概是第三年在家里面开台跨年了。哦，你往年都在在家了？对啊，我不想出门，好冷哦，人又好多、哦，好累哦。有没有，去年前年是揪朋友来家里。我没有，是一起跨年，但是在哪？还是在家？耍废。有人说你对话剧社的演戏是有什么意见啊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单纯指我当初演过的那种话剧的尴尬程度。我们以前都有那个啊，高中有那种什么，我们那什么什么性别平等的话剧。哦，真的尴尬。怎样？男扮女，女扮男啊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因为都没有人要当，然后所以我本人就是兼编剧兼。就是导演兼女主角，超可怜。其实编剧还在那边写大家那个词。那重点是演员是谁啦？其他演员、啊、你可以选吗？其他演员没有、啊，就是班上的、啊，他是每一班都要啊。那你就选一个最帅的帅哥跟你一起当那个男女主角啊，有没有？他、啊、说没有人要当没。加一堆吻戏进去，并没有好吗？并没有，不要瞎掰好吗？我说哎，这个。这个编剧是怎么了？是你，女主角也是你，有吻戏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是不是自肥？对啊，如果是这样，我是愿意当编剧，当男主角啊，全班女生都是女主角。如果有的话，那听起来是不错。然后就哇，原来从后宫作品是从这时候开始，超狂、啊。是，并没有。乱加文具，抽十分钟，五分钟。我抽五分钟，我已经抽完了。哎呀！耶、yeah, ！恭喜中奖。那我要直接结单。直接结束。不行，他们还有人在加加。好，好吧，那就只好让他们继续加加。发现都是已经祝大家打过的。啊。祝大家新年快乐啦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就休息了。嗯，好的，休息了。再来，有机会再玩。好，感谢大家，啵啵，拜拜，感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！大家今年再见，再见。我们玩了一年了。对，玩了一年。去，跟你们玩了一整年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累，玩一整年累。我一整年，晚安，晚安啦，拜。